重讲一下。好，这里，哦，可以按分享。好。然后可以，好像可以复制连接。哦，传到那里。OK， 好的，谢谢。好，因为现在镜头已经在开始拍你了。已经开始拍我了，对不对？所以说，老师现在正襟危坐一下。没有，你看你要不要跟？已经开始这样子了齁。对啊，然后但是要慢几秒钟是吧？对，它会慢。刚好我们这边没有太文革。OK。对。应该很多人会想要听老师讲故事。诶，会。那你今天上节目会紧张吗？讲真，第一次会有点紧张，而且刚好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喉咙有点不好，平常没有，是因为你可能从头按。对啊，因为想要有观众。刺激这样刚好可以听到。可以。就遗憾了，没有。他还是会。如果被迫的话会承担责任的。是我刚好是圣官的事。那个叫怎么讲，老师哦，这我站在我当总统的话呢，站在你当泰国的总统。泰国总理我好害怕。不要被抓到，是吧？跑到山里面，老师传到几个群组哈，就是那个群组。对，没有，因为老师比较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脸书的那个，没关系，叫分而治之这样。好棒哦！老师，我们开始了。不是，总是要是不会做的，老师是专一的一个人，这样的。专一。的女朋友，请其他的同学就不要再这样。一种，对，这个可以的。好的，对。四年吗？其实灿烂时光之前我就认识你了吧？还是之后？差不多灿烂。就是他本来这个定价就是我们的。那个这个有书，那个太远不晓得，你可以跟我讲。
然后那时候你开课就想说那个，好，等一下，我待会儿问，还没有开始是不是？一下那个泰语哈，高改。对，很好啊，很好，很好啊。然后就不会了。本来，哇，你好棒哦！宅烟烟，哎，我昨天教你新年怎么说。那萨瓦迪比马。哎，很好。买咪贝买，哎，我就会讲这个。阿詹咪飞买卖咪烧烧烧烧是什么？是不是太少，就是很难过，很难过。对，再再过两分钟。好，可以可以，再两分钟。不好意思，因为那个有一些群组老师可能要稍微的那个 search 对 search 一下，因为那个有些比较久远以前，但是还是很常联络的。没关系，我们这个直播完，它会保留在网络上，会保留在网络上。对对对 ，OK OK OK， 好的好的，你还是可以发，可以。真的六个人，好了，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差不多可以。因为对他是想想帮我分享，然后我说好啊好啊好。在直播底下留言，可以可以，只是我们不一定。你说我们录什么？这些先做吗？都做完。不用了，不用了，你天生丽质。出去了，这剪不掉。这是非常好的学生，这样子，他们不会把它卖掉。可以可以可以。好，来。今天呢，我们这一集节目。要用泰文进行呢，聊泰语。我刚刚聊了一下，他说。一礼拜七天每
非常厉害的泰语老师。玩的欢呼的。各位，他的中文名字是沈博佩。博佩，哎，是。我也是刚刚才知道。小差，就是我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是泰国人。然后他们两个人见面完之后呢，觉得说，哎，好难得两个小孩取名字叫缘分。片名就叫做博佩三里湾，对，泰文博佩三里湾，然后他翻译中文叫翻成天生一对。OK， 对，就是我妈妈就帮取前面的博佩，啊，对，就是当做我的名哦，这一句话可以拆成两个名字，基本上哇，但是我后来就是只有两个弟弟，所以就没有三个娃。啊，已经有三个小孩，没有两年不会有三个，就是两年之后老很寻常的。不是，这是你想到中文嘛？你叫什么名字？你叫缘分哦，缘分。生缘分先生，有哟，缘分，哇，好大的缘分啊！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缘分。哦，对对对，所以你在找你的三零娃。也许很多朋友听到你这个那么有磁性，可以出现，欢迎跟老师联络。好，这个哎，我们一片那个节目一开始，对对对，我们今天如果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今年的节目的 KPI 就达到了。哎呀，老师会听。到台湾人，嗯，他当时的话就是说到泰国那边去念书，嗯，对，去泰国那边念。就是说那个要找个舞伴嘛，当时本来也找到舞伴了，啊，对，找舞伴了，因为舞伴去舞会嘛，但是舞会的前两天舞婚，啊，只不过说 很奇怪，后来想想一直想就在掉眼泪了嘛。对啊，对啊，后来发现我爸是被糊弄，但幸好，因为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后来就是那一天当天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说。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这样在，他们是现场碰到的，现场碰到认识，然后彼此互相就是可能就是掉，这个就有太夸张，像电影一样，对，周围的。
得啦，因为觉得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哎，既然两个不同国。那么常见到面，很拘谨、啊，对，比较拘谨、嗯，就是碰到一次，下一次见到可能是明年的舞会，哦，就是要那个，两个就是，而且当时的话就是说，泰国对台湾不是敌。外公啊，我外公他当时就是。从小娇生惯养的，你可以养得起他吗？求者欸，但是你爸爸我看他挺老实啦，欸，当年两眼睛没有，但是因为就这样子，然后两人反正就是很难得了，真的蛮难得。然后在我爸还没那个能力，就是说当时我的外公，嗯，外公他就是说，哎，对，然后但是当时我爸他也是大概是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岁，在泰国的大学。就像他二十几岁年轻人哪里来一个房子？房子 对,、啊、对，所以说后来台回来，哎，真的，哎，这小伙子真的有想要跟我女儿结婚，嗯。大概，所以当时、嗯、没关系，有真爱就好了。有真的真爱。哇，对、嗯，所以说当时这个房子，啊、对、啊、那时候真的一个年轻人啦、啊，真的换想想也不容易。啊 okay.对，要买山上，我们已经不是买在中和了，搭一个，搭一个草屋。对啦，所以也这样子啦，所以我、嗯、外公觉得他挺有诚意，而且当时是，舅舅就是来台湾勘察，勘察，主要就勘。很难想象，这是民国几年？哇，嗯，那个这样讲，当时的话，我妈因为泰，我妈从以前开始就很喜欢喝咖啡，啊、在泰国随时都有，但是当时来台湾连一杯咖啡都找不到，就那时候说。会，我妈刚来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不适应，就是以前泰国、嗯、在泰国那边她有的或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爸讲说，那个时候台湾打去泰国。一个月薪水大概是六千多块钱啊。有一次啊，就是那时候我妈刚把我生下来啊，小燕那么皮啊，在泰国那边，对，在泰国，啊、对对对，所以她有的薪水。哎、欸，这是半个月薪水就没了，然后我觉得哇，我爸还挺爱我妈的。这是老派。
对对对，那至少我爹娘现在还挺恩爱的，对，他们是我觉得很棒的，就是说。对，然后好甜蜜的奈哦，就是每天都会去吃早餐啊。绵绵是用中文，中文不是用，不是用泰语。当时应该这样讲，当时我爸妈。两次用英文这边沟通聊天、啊，对，但是结婚的时候啊，结婚的时候我爸爸他就是跟我们，那这句话，对我妈当时可能听不大懂，但是从动作里面，但是我娘讲说啊，她一直到。人在这儿，他就觉得他当时我爸爸，对对对，对对。你爸爸去泰国念研究所啊，因为他可能是念英文的研究所，所以他泰文也。活一个四十几年，然后现在还、真的还感觉到恩恩爱爱，从他们身上真的感觉到，会进入到这个阶段，哎，就因为毕竟你是这个一对恩爱的夫妻的第一个。等等等，很多个地方，在很多个地方教泰文的是，就是大概是缘分的意思。是一个异性恋，哇，好详细啊！很详细吗？是没想到这一段是。网络上还可以问泰语教学的问题。好，那第一阶段他点然后里面它的主题曲就是不配三尼瓦，不配三尼瓦，对啊，那不配老师就要点不配三尼瓦，他在寻找他的三快点，快点，好的，好的，讲慢一点哈。OK，OK，OK。那么听众有没有什么意见？哎，你看，想先听到，因为那个实际上这一段广播播出的日期。其实说的很优雅，对，优雅一点，对。好，可以，可以，可以喝水，还是好。我帮你麦克风以后面 ，OK， 你这样子你就可以靠椅子背坐，哦，这样子好，让你比较好， okay, okay. 会挡住那个就是英俊提拔的。不会，谁吗？啊，谢谢，谢谢。那今天有点沙哑了，我都一直把麦克风调小。哎呀，觉得没关系，这样很嗨，很好，这样很好，好，小声。那我们待会就讲那个。
你跟那个跨性别朋友的故事。我是跟跨性别朋友，哎，大家不要误会哦，啊，他没有跨性别，他没有跨性别成功。好了，就是目前尚未成功，革命尚未成功，他没有要跨性别。我们要讲你，想讲你，因为我们这个是那个异乡人故事馆，先讲你在泰国。应该这样子，常常没有看到爸爸。OK， 对，好，知道我爸会听到嘛，所以说就不能说不能随便乱讲。虽然没有常常看到，但是心里永远都有爸爸。没有啦，这个是应该讲。没有，我们还没开始而已。超会，超会。OK， 所以这都没有录进去哦。OK， 所以不常看到爸爸。直播已经出去了，直播没有跟我爹娘讲。到你去当兵，青少年。OK。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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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对。今天我们宝贝老师是那个抱病上场，请大家帮他分享一下，然后最好分享到那个女生比较多的社团。喜欢泰国文化。很喜欢泰国文化，就是就热爱泰语的这样子，可以跟老师热爱泰语，热爱吃的最好。吃的也不赖，老师其实是、哦、跟着他一定吃的饱饱的。对，教泰语的时候吃的部分时候是两项。好，嗯，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在台湾教泰语，而且课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热情的沈博佩老师。那他是泰国出生长大，好，现在在十几岁、二十岁来到台湾。嗯，台湾是对。现在的主业就是教泰语，他是非常非常爱教泰语，热爱泰国文化，也热爱台湾了，不然不会一直留在台湾。热爱台湾文化，都很热爱。我们先回到你小时候，哎，是，你那你爸爸其实常常还是要回台湾。哎、欸，对，那时候我爸就是台湾泰国来来去去的。对，那你妈妈带着你？对，我妈那，对我妈那时候带着我，所以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印象小时候就是比较常看到妈妈。嗯，对对，但是爸爸的话就是，我、欸、有看到。那时候我还记得说，有时候在泰国啊，就是说，哎、欸，看到想要买的玩具，嗯，我妈都会讲说台湾的玩具比较好玩。等爸爸回来的时候，我会叫他买一点台湾玩具回来给我。啊，这个泰国玩具呢太不好玩了，你就先不要买吧。这显然是妈妈在唬小孩的。长大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泰国的时候就买来给你。可是你这样就会很期待你爸爸回泰。会呀、啊、会呀、啊、会呀、啊、会呀、啊。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是哎、欸、爸爸在台湾来泰国来来去去的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哎、欸、我看爸爸的时候就是也挺开心。但后来我爸爸就是在泰国那边开公司。所以说之后就是、啊、就比较常见。对，就比较稳定在泰国那边了这样子。嗯。然后你跟你爸爸讲话是讲讲中文。对，我可能爸爸左边。这两种语言互相交叉讲、嗯、你还可以回想到那个当年的印象吗？你自己脑子里会不会混乱？有的时候会乱。你做梦的时候是讲中文还是泰文？其实有人问我说，老师，你是平常的时候你脑发现哦，如果我人在泰国的时候我就用泰文来真的在台湾就用中文来讲，很特别。而且我在泰国真的思考逻辑都是用泰国，但是小时候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泰国为主、啊、因为你在泰国长大。对，因为那个时候平常就跟就是全泰国我就跟爸爸讲中文。我没有跟家人讲中文，但是我的可能就是身旁尤其上课之后啊，就是跟身旁的朋友们全部都讲中文、那個、全部都讲泰文啊、对不起，讲泰文讲泰文、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记得说我爸那时候给我刻意给我上那一个小时还两个小时就很少、啊、所以没有什么用。对，没什么用，但是我当时已经是在班上很厉害的，因为会有个爸爸可以讲中文。爸妈可能不见得都跟他们讲中文，可是我爸爸就讲中文，所以说我在中文能力方面在那个班级算是还、OK、不过可能你就
但是当老师的我当然是不能够否认的。对对对。哎、欸，那你们那时候教中文，在泰国学中文，有也学写字吗？写波波摩佛，有学写字、哦。我记得我在学校当时写波波摩佛。那有学写到方块字吗？有有有有。台湾之后，对小朋友就是不大懂。那个时候是来台湾之后，因为刚来台湾，那个时候我的中文能力并没有说像台湾小朋友那么好。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我还印象中我最难最难的一个科目，很多人会猜说是国语，但其实不是，最难的是社会。哦，是、哦、对，因为社会，对，社会也不一样，我连字都看不懂，还要我回答。国语的话，它就是说每一课新上课的时候，老师照念嘛，对，会有照念，或者下面有新的生词，反正考试就考那些生词就好了。但社会好难哦，我连字都看不懂了，你还要我回答，太没有道理。而且我记得小时候在泰国啊，就是真的。就是每次就考试前都是前三名，对呀、啊。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去上课，哈，今天要考试吗？结果发下考卷的时候，好吧，那就勉强写一写，考出来还是第三名。平常要么是第二名，要么第一名。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啊，就是如果说你有人考上前三名的话，会到讲台去领奖，所以领奖的话，他会给你一个图片。抽屉是谁？第二名的会拿到那个台湾的那个，就是那个叫野柳那边的女王头的图片的图片。Oh, OK， 那我们的教室长期就挂那个女王头。嗯，对。为什么你们班是第二名？是我是第二名，你是第二名。对，因为你常常拿女王头。对对对，我是这次是全年级第二名哦。哦、全年级第二名哦。对，所以说这次有三张图片。那第一名是什么？第一名忘记那个抽屉是谁、哦小时候。所以你没拿到第一名。有时候第一名，然后那时候我们班上的。我说第一名那个图片是什么？忘记了，因为不常拿。哦，不常拿。第二名常拿是女王头。常拿第二名。第三名也忘记，也不常拿。哦，那你来台湾有特别去野柳一下？不用特别啦，平常学校出游有时候带去野柳和女王头。那时候第三个女王头。你跟女王头合。但是有个重点老师要强调，就是后来我来台湾之后啊，我就记得说哇，我们班上有六十几个人，六十几个人。我记得第一次段考，第一次考试，老师考了48，班上那个时候有六十一位然后那个时候我48，那女王头都要断了。不是，我想说我从小加起来的名都没有那么多，但是当时我身旁的人却跟我讲说你刚来台湾啊，你考48名，国语还不好，好好啊，就是只是顾自己难过，觉得我48名很难过，但长大之后有同理心，想说我那49名之后他们怎么想呢？当时没有懂回头安慰，小时候还不懂同理心，只是讲说怎么样把我名字弄前面一点，就很努力很努力念，然后这样子推进，慢点点，对，推到20几名、嗯，那时候觉得哇，已经20几名，然后接下来再努力就可以往上，后来上国中，国中更难。就是有个人倒霉到39岁，有听过吗？对对对，算命讲说到40岁嘛。嗯，对，后来40岁之后，上半辈子你命苦。对，然后下半辈子就习惯了，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不过你还好，就是说20几名嘛，而且你从小的，比如台湾，在台湾让你讲中文国语，所以你的国语的底子可能没有台湾小孩那么厚。对对对，但是完全是靠天分在奋斗。天分没有，对，就是笨的人靠努力嘛，聪明要靠天分。老师没有办法，就靠不行了，不能这样讲，不行不行。中文难，有人问我说：“老师，泰文难还是中文难？”泰文难还是中文难？我可以很肯定跟你讲，中文难，中文好难，中文一个字。可以有好几种念法，泰国一个字就可能一种念法。嗯，对，
像我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差在哪里啊？你刚讲了三个一个人，哎，是是是是是，这个部分是我很多，因为我老师偶尔会碰到一些泰国朋友。个人只有一个人，这三个都是一个人。嗯，中文只有写一个人，嗯，但是这三个有什么差别？我一个人在家，是不是一个人在家？嗯，这里有一个人，一个人，嗯，一个人，反标没有人讲一个人，嗯，但是一它确实是念一，那这三个有什么差别？好，我们先跳过一下，对对，这是中文的范围，对对对对对，这个部分待会可以，对，没有，这个我还要从前面再讲一次，我觉得是可以讲啊，只是我没听懂，没有这个部分的话，对对对，是一个人，对，一个人，我一个人在家，是不是那个一是念一？啊，对，这里只有一个人。但是这个一二三却是念一，但是我们比较少念一个人。嗯，为什么？为什么？我的泰国朋友问我为什么，就是有一些热爱学中文的朋友问为什么。好，来，让我们重来，重到从那个这个可以先。没关系，没关系，直播的可以看，我们重对，先重来。我应该可以修。对，这个可以修一下。我想让你直接变成说。或者说有些泰国朋友他们就是有时候中文也会泰文也会，对，尤其是我学泰语的学生问我说，老师到底是中文难还是泰文难？因为有时候泰文有44个字母，然后他们有时候学习泰文的时候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对，像我就是学了半年就放弃了，嗯，因为至少泰国一个音啊，嗯，一个字它就有一个音，嗯，偶尔会有两个音啊，嗯，但到姓氏这边谢，嗯，为什么？我有时候泰国朋友问我为什么，我说这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这样，心情好，对对对。人在家，有时候讲我一个人在家，一个人在家，对，但是我们却没有比较少人念一个人，比较不会念一个人，啊，对，这有时候我泰国朋友就是有学中文的泰国人问，搞不清楚，对，其实这个部分可能要语言学的部分，但这个部分老师一下子没有去，哦，就是研究，他其实也不用搞清楚了，也无所谓，对，我就刚想说这里你不用搞清楚，反正就怎么用就是了，可是对泰国人来讲他比较不能理解，因为泰文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比较没有状况，所以他们在学习中文的时候发现中文好难。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比如各国不同的人来学中文，或者台湾人去学泰文也一样，就这个可能是我自暴自弃的想法，反正我就是学不好，我就尽量保持我的原音吧，就如果我可以留有我的原本的腔调，这样我就是比如是台湾泰文，哎，或者泰国中文，那也蛮有趣的，像我们自己要接触很多这个不同国家的人，嗯，你会知道各国的人讲中文是不一样的。哎，是啊，嗯，是啊，像我们小时候说啊，讲台湾国语啊，是啊，你去听日本人、啊啊、韩国人、美国人讲中文的时候，不讲不一样，你都是不一样，你都说他是外国人讲的，可是其实他的那个不一样哦，那个讲不准的地方，不准的地方都不一样，其实也蛮好，就表示大家都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像老师这，所以像你讲中文讲成这样子啊，就其实不太好。对，就是就已经太像台湾了，就好不想讲。我以前啊，你可以练习，你可以试着用，应该这样讲，你可以讲泰国中文吗？泰国中文，这不要泰国中文，但是我倒是有，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像台湾人的，嗯，然后去泰国那边的话，我就是用泰文跟他们讲，他们就很压抑，咦，你的泰文怎么标准，嗯？然后就问说是你哪里人啊？我有时候只是去买一个那个烤猪肉串而已，嗯，对，然后
我就把我身家解释一下说，说、哦、我爸爸是台湾人，妈妈泰国人，然后我从小就是两个原住民的环境下长大、嗯，所以说我会讲泰文。有时候我觉得好累哦，而且问完之后就这样拜拜。嗯、老师这几年发现一件事情蛮好的。嗯、老师去泰国，他说啊，你哪里人？我说我台湾人。嗯、你泰语？对，他说我好喜欢会讲泰国话的外国人，所以就算我便宜一点或多给我一点，我后来发现当台湾人真好。那啊，可惜你太像台湾人，对，不然的话你在台湾的街头也可以用这一招。所以你要保留一点泰国腔。泰国腔，其实老师从小就会讲泰文啊，只是我换样子。去买面包，哎。你讲中文，但是你的中文如果是有泰国腔的中文，欸、也许他就会好奇，欸、你的中他还是会说你中文讲得不错、欸嗯，那也许会多送你一个面包之类的。真的吗？台湾人好热情啊！不一定、啊，我随便说说。好、欸是欸，你在泰国，所以你五六年级来，然后又回去，其实你两边一直跑来跑去。应该是寒暑假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暑假放的时间比较久，所以说有时候回去那边，有时候会念一下。念下那边的可能短暂的一些学校这样子，所以变成是来来去去两个地方来来去去学习各种不同的语言这样子。你这也很特别，你的会变泰文老师？你当时是没有想到，当时的话，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是读关于国际贸易的。在台湾、啊、对，然后这次也没有想到说一当语言，这也是一些因缘巧合啦、嗯 okay. 好，那博佩老师怎么样从一个学国际贸易的人后来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全职的泰文老师，我们下半节再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好，谢谢大家。怎么了？有没有？我什么没接？哦，那边还没接啊。接了。而且我们还没讲到。对啊，没讲到。有什么东西啊，老师要我这边接下来要讲的一个东西、哦、没有，我想叫你讲当兵体检那个事情。哦，可以啊，刚刚的部分的话只剩两个十分钟而已，两个十分钟、哦嗯、好，待会带入当兵体检。对，不然如果有别的要讲考试，就是前三女王头，这个对女王头，对。歌是快乐爽快乐歌，好，可以，我可以接上上期有接吗？可以。啊，不要走开哦。关掉的，没有哎、欸，变小了，有我上去，有点硬，让你调27度，嗯，你会这样，嗯，啊，我觉得等一下可以请陈老师念信，念泰文的信，就是拿一整封，因为这样我就不用等到安静下课，好好好好，准备还是早，对。哦、你把他等到安琪。对啊，我刚刚叫他。他很会变的，他其实适合当直播主。不太懂，先退出。很 lag。这时候我把手机放在哪里？现在还很那个吗？还有人问问题吗？一起来个泰国美食集，吃货聊聊。那是我打这边的。他那个
们上次不是设定文学奖那个广告受众嘛？你们不是没有都很少下台湾吗？我想要冲下一个，就是只针对台湾的，因为我觉得稿件没有很多，都还没有破百的。嗯，而且鳄鱼对菲律宾我看80集，而且还没扣掉那些可能投稿不完整的，然后印尼好像60集还40集还40集，嗯，然后越南还比印尼多，嗯。差不多啊，就是下这个礼拜。我还把那个 KPI 写说啊，这投稿至少500篇，我完蛋了，找不到。可是你不知道去年的那个？那个？就是那个投稿一定是后面多嘛，有一个波段。我知道，可是还是会紧张。Okay. 然后如果你都挤到后面，我就想要等截稿后再一起。挤开了。哦，是开了。可是我现在每次几乎都下3000左右。不会太少，我3000都会吃完吗？嗯，我还没有检查，因为才刚结束。嗯，是知道在后面的，那还是很可怕。所以我觉得还台湾还是要下。下。哎，嗯嗯。那剩下2段要聊什么？一个聊他刚刚是体检，那是蛮好笑的。然后他不知道，我觉得他不知道会再讲出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前面有点太杂的后半段啊，可能修短一点。对对，那个一个什么、一个人，我们当下没有反应过来、啊，我听不懂。对，那就那个声调了、啊。对。然后我想讲，请他讲当老师这件事情。有没有哦？好，我在想说有没有哪些是可以扣到、嗯。就是靠到跟社会关，我们只要插到边，我都觉得蛮好的，只是不晓得什么，因为他们还没给我那个表，会有点紧张。反正你也适合当直播主。主哦。直播主。OK。因为你很可以自己对着镜头讲话。OK， 谢谢。我还想问说，我刚刚有什么，就是可能要再靠近一点或角度的部分。哦，还好，那个还好。哎，好好 ，OK， 可以。我们粉丝掉光光，不能重来一次。没关系。嗯。不过、啊，我们直接重新开始一次，因为下半段。你很确定吗？这样你们还是要开头还要再讲一次。哦，最好，因为那不要那不要。我是慢慢来，没关系。我靠，今天好像痒痒的，所以说刚刚最近天气在换呢。是，还有刚刚讲话的过程当中没什么可。鼻涕流到不行，他不用讲话，他就一直鼻涕、欸。是啊，有时候有，而且有时候搞不清是感冒还是。好痛苦。OK。对，老师，我昨天不是有请你帮我看那个信件吗？哎、欸，是。但是我还正想问你说，嗯，我先问一下，先猜一下好了，不确定。写那个信件人是不是家里比较有些身份地位的吗？没有。哦，因为他用字遣词不像一般平民所用的用字遣词、嗯，他反而比较像是可能假设这变成皇家。哦，没有。我说不要，你觉得我会收到皇家的来信吗？难讲，对，我们逐渐卧虎藏龙。哦，对，都在监狱。关在台湾监，可是也不一样，说不定身份是很厉害。嗯，他们家在那个美斯的。嗯。所以我在想，老师，你待会可不可以帮我念信？就是你，因为那个是男子监狱嘛，所以我就不能用我的声音，嗯哼，用女生念信，对，读信。对，我已经把他们打下来。OK， 但是我刚所说的，为什么我说是因为他用字遣词跟一般的不大一样，所以说你说待会就在节目，我们待会录完这个之后。OK， 那可以，待会录完之后 OK。录完，我本来想说这是一个声音在录呢。不会，不同，这个不同单元啊，这个礼拜播。OK， 好，来，可以，好，我们回来继续讲你的青少年，来回奔波的青少年。好，大家回来啦，上完厕所回来上课了。对，有这么一种讲法，就大家回来啦，赶快回来啦。啊、你比较温柔。OK。嗯，好，算了，来。
好，欢迎回到每周六晚上七点到八点的灿烂夜光，萨瓦迪卡，我是节目主持人张正。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泰语老师沈博佩，那他是在泰国出生长大，不过现在是台湾的泰语圈名师，这个每个礼拜课几十小时，现在课比较少，现在课比较少，但是在三十几个小时，一个礼拜有三十几个小时的这个时数，坐育英才无数啊，对于促进台湾和泰国这个关系，这个有非常大的贡献。不敢讲，但是这也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因为老师本身的话，因为小时候在台湾长大，在泰国长大，但是我在台湾时间蛮长的，所以说讲的我老师台湾也是很有感情。所以说我觉得说当这个泰语老师啊，我可以用一种就是说比较台湾的想法，然后用泰语教我的学生，让他们知道说，原来老师上课的时候，老师并不是完全只有教语言，语言其实只是部分一部分。对，我来讲讲泰国的风俗民情，或者说泰国风俗民情跟台湾有什么差异或相似的地方，我比较希望说这是让台湾人对泰国更了解，知道说泰国人觉得是什么样子，有一些是一样，有些有差别，差别哪里，一样在哪里，可以让这两个国家的人，或者说是两个地方的人，可以更去了解彼此。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差异，相同或相异的？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像之前我常跟他们讲说，你们知道说泰国人一天会洗两次澡吗？他们早上洗一次澡，晚上洗一次澡。就很热嘛，所以很爱洗澡。对，我觉得说应该是因为泰国太热的关系，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我们台湾人比较难体会到说。泰国的热是一种我们讲说寒风刺骨，这我们知道有时候东西好冷，但你的那个热啊，泰国的热是我觉得穿透骨头到你到深的里面去。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我喝冰水，有时候很热喝冰水，我顶多就喝冰水，但泰国要喝冰块加冰水，冰块水冰块水那台湾有一种叫结冰水，结冰水对，那是结冰水那是结冰水，在泰国他们就是冰水加冰块这样喝，很常这样喝。我在泰国的时候，像老师前几个月就去泰国待一个月，老师要喝这个冰块加冰水，不然我就无法止那个热。明明在台湾喝冰块加冰水，我很容易就感冒。对啊，但是就中医来说是蛮不好的。但是在泰国，我如果不这么喝的话，我会无法制止我身体的热。而且像台湾一般的冰水啊，就是有时候你买冰水放这边嘛，你喝。我觉得啦，喝到一段时间之后，它不冰。可是，在泰国这样一段时间，好短，一下就不冰了，一下就不冰，然后那个热会积在里面。对，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两个地方差别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泰国那边，我记得说，有时候我半夜十二点多才开始洗澡，因为比较晚回来嘛，有时候在那边玩到10点10点回来，十二点多，隔天早上我可能6点多要出门，5点多他们问我说你洗澡了吗？洗澡了吗？没有啊，当然不可能洗澡了吗？但是他们就是会习惯一天洗两次澡，一起床就洗澡。常常因为都要出门了，有时候如果说是礼拜六、礼拜天没有马上出门，可能就是个中午左右出门，那他们就出门前洗澡，一般会在出门前洗澡。可是出门前洗澡，然后一出门外面很热，又流汗了，对，这样子。对，然后那怎么办？赶快回家再洗一次。哦，有一些人呢、啊，就是说，如果说假设他可能出门去买个什么东西，可能买个午餐，回来会冲个澡。对，这是他们习惯性。泰国跟水是，就常常身体会碰水。对，因为真的太热了。然后他们泰国那边的话，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地方。我们台湾人呢、啊，如果说是女生，平常出门会化妆打扮，但在家里常常都不会，就素颜。可是泰国女生她们在家里也会化妆，早上起来就是说，如果不出门，在家里可能大概快中午左右的时候就洗个澡，洗完澡就会化淡妆。我觉得好特别，家里化淡妆。对，我真的你怎么知道啊？你跑到人家家里去？哦，不是，因为之前有时候会去亲戚家，明明他今天整天没有出门，然后我们去了，因为那些亲戚很熟，就是熟到长大的，对，就是一起长大，熟到不需要说我去化妆嘛，但是他就说他们习惯性化妆，所以我觉得在泰国化妆品卖得很好，这里在家里这个回复到你从前学商的。是真可惜你没有切入，没有错没有错。之前的话我就是那个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去泰国想卖什么东西好，我觉得泰国人好喜欢喝冬瓜茶。
台湾的冬瓜茶嘛。对，常常我泰国的朋友来台湾啊，有时候我们去带去市民牛肉面店什么之类的，喝冬瓜茶，他说，哇，你们台湾怎么会把那么好喝的饮料放在这种免费喝的店家呢？那我说，嗯，非常好，这是他们另类的台湾之光啊。对，台湾的冬瓜茶好像没有变成一个品牌。哎，有啦，好像黑松就有冬瓜茶。嗯，可是就没有很红啊，不像泰国奶茶在台湾很红哎、欸。泰国奶茶真的很厉害，对，泰国奶茶是我很多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喝的一个东西，泰国奶茶。对，只不过说这冬瓜茶，泰国人好爱喝冬瓜茶。我把话题接回来。哈哈哈！你这东西跳过啊？okay. 那个要了解泰国的食物，其实问沈博佩老师就。非常非常清楚、okay, 哦、他在我们书店除了教语文课之外也另外开了很多美食课美食课、哎、好我们今天就只透露一点点我们不要透露太多对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书店那个灿烂时光这边的一个活动栏、嗯、有时候会有就是老师教美食沈老师真好还帮我们做宣传、哎、不过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前我还特别问了沈老师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嗯、因为他有泰国国籍所以他理论上也是要在泰国当兵的好，我刚才问错了，我本来想说要不要问和尚。国籍，这段先跳过一下。哦，泰国国籍啊。OK， 我没有讲你有那个哪边的。好。这个要留着吗？先切掉好。哦，切掉好了，切掉好了。那我要说啊，我们那个食物讲完，我们再请沈老师聊聊其他的部分。哎，沈老师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他在泰国。当兵做体检要当兵的经验、哎、对就是泰国人啊这边他都要当兵前要做体检嘛我们台湾体检的话是好像是到各个就是那个指定的医院、嗯、对都去做体检但泰国那边体检的话他们就是会安排一天然后在这一期要当兵的人会来一起做体检体检跟抽签对是绑在一起对同一个流程、啊、对就同一个流程对然后当时的话我记得我体检的时候啊就各行各色的人因为泰国体检要把上半身脱掉只穿裤子在一个大礼堂对大礼堂哎、欸、对在大礼堂、嗯、然后我还印象蛮深刻当时啊我做体检我前面站着一个好漂亮的女生哦当时老师以为说是哎、欸、是可以带那个姐姐你那个时候是已经衣服脱掉了衣服脱掉了然后她在你前面一个好漂亮的女生但是因为那时候是我刚进去刚进去然后这是前面那个你走错了你走到女生宿舍我想说是不是那个这是姐姐或谁的姐姐之类、okay. 我发现不对啊这个人干嘛一直在我前面不离开后来发现哦他也是要排队的人、对然后但是他穿着他就是穿着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的那个哎 OL 这样子的衣服这样子就是正正常常、啊、上班族这样子对对就是很正常也没有暴露、啊、很正常的一个衣服然后在前面然后他就是跟我的排队哎我这边都有看到前面前面的部分他们就是哎前面的部分就是哎到前面可能量身高体重什么之类的就一个流程可是这个女生她在我前面、嗯、快到她的时候呢就哎他们就请两个我还记得是两个那个女军人把她带到一个房间去对带到一个房间去然后就开始啊，这一样的声音，王老师今天喉咙沙哑，出不了高声。对他就是、哎，你没有跑进去救他，所以你干什么干什么？正常讲，那个场合我也不干。OK， 好的，那是军人，对，是军队的场合。是，然后之后呢，他就出来，而且出来之后还在那边扣扣子。然后就我觉得哦好特别我那个时候心里已经知道了哦应该是他们在里面帮他做体检啊他是跨性别的也很跨性别的然后一般这种跨性别的话就是那个军队里面是不大收因为我看他这样子体检完之后他就直接离开了他也不用抽签了他也没有再排队了就直接离开这个地方、okay. 对所以军队这里面的话就是哦那时候来讲哦原来就是在就是可能做跨性别的或者有做动过变性手术的话他们就是也不会去军队里暂时不需要这样子的对对对对对那后来呢你排抽那个体检完对然后继续抽签呢、啊、就是体检到我但是因为老师体型比较胖胖一点的、对所以他讲说就哎，像你这样的话我们绝对可能暂时不需要没有关系对那你这边的话可以先离开了然后老师、所以就没有抽到签了就没有到抽签那个阶段、所以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影片吗就是签签不久好像泰国每年都会有这个新闻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他们就是抽签嘛有些人就是他们就是很想当兵然后有些人不想当兵
对，因为很想当兵，他也是要抽签。想不想当兵跟抽不抽签没有关系啊。对，但是说有些人家里可能，譬如啦，举个例子，有些家里可能是家里就是可能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嗯，他也觉得说，哎、啊，如果当兵的话有饭吃，对。但有些人觉得家里经济很好啊，然后我觉得我不想当兵，对。但是不论你哎想当不想当，你都要经过这样子一个流程。然后好像是什么抽到黑色的是，对，这样就不用当，不用当兵。对，红色的话就要当兵，欢欢喜喜入伍这样。是抽到红色，欢欢喜喜入伍是他们的那个。对对对，这是老师自己讲的、啊哦。我以为真的是军队的那个广告词，欢欢喜喜入伍。对对对，其实没有，平安回家没有。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是泰国明星啊，那很帅的，帅哥也是抽签，对对对对还抽好像是。黑色吧，还是反正就不用当兵啊，哎、就很欢天喜。没有没有，他就是啊，我很想当兵，其实我很想当兵，但是、哦、啊、哦欸，不过这个真的假的，其实也不知道。对啊，在节目中那是不好意思讲太多。不过泰国的那个帅哥真的是好帅、哦，很帅。对对对，因为泰国那边好多混血儿哦、嗯，尤其是这几年啊，尤其这五年十年，好多好多就是线上一线的电影明星都是混血儿，对。泰国自古以来可能都是一个很混血的地方，蛮多啊，因为泰国其实就是一个很多人来来去去的一个地方啊。嗯，像人家这个部分讲一个老师经验好了，我们台湾常讲说我们台湾是国际都市，嗯，有这样讲吗？就是我们开放很多国家人来，嗯，但是老师在台湾啊，讲真的跟泰国比较起来，泰国我常常出去玩就看到一堆人。嗯、一堆不同国家的人，他可能皮肤有黑的有白的，然后有金发碧眼、嗯、然后也是有像中东印度那边的，对，然后也非洲那边，像老师之前我记得说我印象中曾经听过一个讲泰文最标准的外国人是一个非洲人，他讲好标准的、啊、那一点腔调都没人走，没有，我走，我以为他那时候在我后面，我以为说是哎是哪个泰国人走，哇，非洲人讲好标准。所以说我觉得泰国的那个都市啊，他们就是真的是很多很多种人，我跟他讲中文，讲讲说，哎，先生，你是香港来的吗？不是，新加坡的。我说不是，你哪里来的？我中和来的。对，然后他们就是会问。我都不会问哦，因为他们可能就觉得比较习惯了。你在泰国曼谷真的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哎，对对对，就真的各种人。我上次去有一区是中东区，哇，很大一片，巴基斯坦啊、嗯、然后那埃及的料理啊、嗯、很多很多。那其实我也觉得，比如泰国尤其是曼谷那一带，它周围不同的种族其实都会到这个平地来。嗯、那泰国又一直都没有重大的战乱，对，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真的整个王朝覆灭啊！古时候有啦，哎，这近百年、就是、近几百年都没有战争，没有被殖民这样子。然后泰国人就其实我们也会常常觉得泰国人是很乐于接受新的文化进来，乐于接受新的不同的国家的人来。因为他们不同国家的人进去啊，当然带来不同的文化冲击，但是这点我觉得泰国好厉害啊、嗯、他都不会排斥外国来的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想法，他们就是很包容，很能包容、嗯、这我觉得很特别。就像 是从国王开始这样做吗？这个部分老师倒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就老师自己在那边的感受，就是不会说像特别问你说你是哎是哪里人啊，然后你来多久啊、嗯、什么之类，他们就是很正常就跟你当朋友聊天，就算是你讲你是外国人金发碧眼，他们也是用一个稍微的堪用的英文就可以对话。他们不会特别在问你，就是说哎，或觉得说哎你这是奇怪啊或歧视你，都不会。泰国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在这里，他不会用特别异样眼光来看你。嗯，这是只有曼谷这样吗？还是其实都是？其实老师主要还是去曼谷，但是我老师去其他地方，我觉得去其他地方他们也会问一下、嗯、因为曼谷真的是太多外国人了。但是如果其他地方讲真的、啊、就是你是外地人来，他们一看就知道，他们讲说哦你是曼谷人或是你哪里人，相对就是跟曼谷聊起来的话就不会那么觉得是这种，就是太就是不觉得奇怪，然后都笑笑了。因为泰国是微笑国家，泰国我记得为什么那么爱笑？其实我觉得说，
有个观念，我曾经有听过一种讲法，就泰国是没有被殖民过的国家，嗯，没有殖民过，他心中比较没有特别多的仇恨，嗯，或者说泰国人本身他就是，这是第一个讲法。第二个讲法的话，嗯、泰国因为他们的土地很肥沃，有时候那个稻米丢下去，不小心掉下去都会长起来，嗯、所以他们开心就下不会，不会，很开心，但他们不会怕饿死。嗯，他们随时都有食物吃，就顶多就是吃白米饭就可以。嗯，比较不会像有些地方比较贫瘠，没有东西吃。泰国是一个就是至少说在吃的东西上面，他们可以有东西就吃的一个地方。嗯，所以说相对他们不会有太多的，就很辛苦啊，或者说是很一定要怎么样子奋发图强的这样。对，他们就很开心，反正一天过的是一天。但这个也是造就成泰国人他们就是太乐天的一个。想法就是今天有工作就做，明天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啊，那我后天再做啊。对啊，蛮好的、啊，蛮好。像我有个朋友啊，他中午左右，他就去办，我忘记办类似户政事务所之类的，忘记。中午十二点半到，他们说休息到一点半，一点半开始之后呢，就在等啊等啊等啊，两点半等啊等啊，三点半等啊等啊。五点半哦。那你们可以明天来吗？我来看到中午，我从中午十二点半等呢，我等到快四点半，今天还办不了。但是我泰国朋友们说，好啊，没有关系，那明天什么时候开啊？好，明天早上我们八点半就开。哦，好，明天再来。我说这，哦，好乐天知命啊，反正今天办不了，明天再办，明天办不了，后明天再办，就这样子。他们会有宅烟烟的文化，对，他们宅烟烟啊，他们是慢慢来的，所以说相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嗯，时间做到了，我们就是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可他们说没有关系啊，所有事情都可以慢慢做啊，工作做完明天再做啊。你干嘛今天加班？不用加班，加班还要加班费。你怎么讲话有点像台湾哦，不好意思，原住民的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人生哲学啊。那像我们就很严格，你看我们现在准备要放歌了。对，要放歌，可是我们要放，我们要放一首对很快乐的一个，就是对泰国叫那个苏甘特拉，就是哎，让我们的快乐吧，中文有点类似快乐颂，就是他歌词大概就是说，哎，就是凡事不用说太计较，不用想太多，对，然后日子就是这样子，对，再见见，类似这样，就是。对，对啊。老师，你可以再讲一次苏甘特。哦，苏甘特捞。苏甘特捞，对，苏甘特捞。好。OK， 好。OK， 好。哦，为什么来当老师这件事情？很爱当老师，热爱教学。这倒是事实。那你当老师有没有碰到什么有趣或不有趣要克服的事情？那就可能从你刚才那个在公司里教同事开始谈。好啊好啊，不快乐的事情哦。好，都是比较有挑战的。有挑战倒还好，对老师没什么挑战。他跑得太潇洒。那还有什么特别想讲的？没有啦，就是我总觉得今天好像很快就结束了。啊、对，没有，就是当老师，就是一直讲话。这才一节课。那一节。对，一节课。幸福快乐。好。该是彼此互相，彼此互相。好，你来解释。开始了吗？好，开始啊。OK，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首是彼此干是彼此互相，苏干就是哎，让我们大家都来幸福快乐，一起开心快乐，就是它的语助词。
就是幸福快乐吧，让我们来幸福吧，捞是我们的意思，苏干特捞，对，就是让我们来一起快乐一点，就是让我们就是不要太拘泥拘束，有很多事情就是有点类似中文的快乐颂的这样子的意思。 OK， 大家听到沈老师的解释了解了吗？好，这个话我们可以平常这样讲，哎，苏干特捞比较不会，不会，就像我平常不会讲说快乐颂也是一样道理的。好，那刚才沈老师在解释这一首泰国歌的歌名。好，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刚才大家听的那首歌是泰文歌，好，是我们北台湾，可能不止北台湾哈，就全台湾的泰语名师沈波佩老师帮我们点的这首歌。OK， 我讲什么的，就是泰国人都很喜欢听的歌曲，而且泰国人很喜欢听的歌，大家可以回去找找看，把它学起来。那最后一段，我就想特别请教沈老师，你是怎么样步上这个教学教泰语这个终身志业吧？哎，是这个目前来讲是老师一直很想继续做下去的一个事情，因为当老师我觉得是一个让我觉得好开心好开心的事。既然如果说这边有人认识我的学生，或者说听过老师上课，都会觉得说老师上课的时候是一个很欢乐的气氛。对，像早晨平常你们礼拜六在二楼的讲者常常都会稍微反映一下上面太欢乐对对对，笑声太大声。你是怎么样开始教泰文？ Okay， 因为你也不是学泰语教学。对，老师这边大学是念国际贸易的，对，是从商的。后来是应该是讲说，其实老师本来是在类似就是反正跟商相关的这样子公司上班。后来就是有一次啊，就是说在老师的某一家公司，他就讲说那个我们公司啊，可能跟泰国那边可能有相关的一些业务。那看看有没有办法说，哎，下班之后来教一下我们公司的同事他们的一些泰语。当时老师其实当时老师本身之前也是有做过一些家教，对，啊，你之前就有家教，对，就有家教，个人、啊，其实家教到现在将近有十年时间。没关系，喝口水。老师把后汤吞下去。感觉很大一颗，慢慢来，慢慢来。感觉很大一颗，没错。等你剪掉，没关系，不急，吸一下，整个吞下去，喉咙变好凉。家教有十年 ，OK， 从家教十年，对。然后那个当时的话，就是哎，可能利用每个星期一次，大概两个小时的下班时间，然后这是教公司的同事。当时就教着，哎，就开始有同事会介绍其他人，就说哎，要不要来那个来一起学泰文？之后呢，就一起泰文或者家教，对。你这些同事学泰文是要去泰国玩还是要做生意？没有，就是刚好公司这边可能跟泰国那边有些业务，所以说希望说，哎，里面的人也会一点嘛，而且刚好就是老师也会泰文，所以他们就想说，哎，反正学一点，如果说假设之后碰到泰国的客户的话，那也可以对上几句这样子，对，当时只是很简单的想法，对，但是教着，他们就开始介绍一些人，对泰语有兴趣的人，所以这个。哎，他这个同事教的不错，然后开始就这样慢慢的就越来越多，从一个星期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搞得老师每天下班都要来教点课，就变成固定在教泰文。对，固定在教泰文，然后后来是一段时间了，就想说，哎，到底是把白天的工作辞掉算了。对，你已经把老师的话讲完了，没错，但是也会有一段挣扎，因为当时也不确定说这样子的一个能不能活下去，也是有一个考量，就是说因为对于教泰语教学这个之前的话就是很开心，但是就是毕竟它是一个正职，公司里面是正职，但后来就也是挣扎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想说，哎，不然试试看吧，反正这边的话看看能不能够说以后如果我以后就再回来，没有办法教的时候再回去，是，然后想想算了，以后就算教不了也可以卖泰式奶茶，也不错。嘿，是，对，然后后来就教了，后来教的话就是刚好一些机缘进到一些学校，对，或者说是，哎，当时老师会记得说老师，但是后来就灿烂时光这边开了，对，老师刚好是也很谢谢，就是张正浪老师有个教室，
就可以待的那个教室，就是觉得好温馨哦。大家来说，我们现在教室里本来是各国语言的贴那个海报都有，现在只有台湾。哎，你发现了吗？哎呀，没发现了，没有很好了，就是因为你是一步一步来，老师也不是故意的，摔掉下来，罗老师念不住，只好说，哎，那我们换另外一张粘的比较老一点的吧。哎呀，这粘的比较老，好配啊！哎呀，非发现了，这些教室里面四面全部有泰文，搞得上个礼拜推向网上去说要拍一点。看看有没有就是他们语言的话，没有，都是泰文。这当或者这当我老师，哇塞，小心机被发现，我还以为说做得很好呢。对，然后就是后来他就在他的时光教，也真的很开心，一教就教了四年，而且这四年我老师没有中断过。嗯，对，你好厉害，其实我都很佩服沈老师。哎呀，早上比我们还早去开店开始教，教到晚上十点，对，有这么离开了才离，我们都要赶他走他才离开。没有，是是，有时候张教练上来看一下老师，哎，老师还在，我老师还在，哦，快了快了，要下去了，要关店。对呀，这个真的是要有极大的热忱才能这样教，是真的开心。老师教就是怎么教语言，就是我刚刚本来有想问你说，因为你多半或者至少一半的课是初级班吧，初级班就很多是初级班嘛，都初级班开始学勾改口改，像我这种，哎，对，还学一下然后就放弃，放弃了三个月之后又重来，再回来，没有，然后学一个月又放弃，我之后就再回来。你怎么样面对这种新来的，不断的要问你一些基础 A B C 的这些同学？其实当老师有他特质在，嗯，对，像老师自己本身，我觉得可能是我个性上面，我觉得教书第一个开心。第二个，只要你愿意学，老师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回答你问题。嗯，只要你有问题，随时跟我讲。这个部分算是老师自己的特质，我觉得很开心。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有用心在这上面，他才会来问嘛。你既然不用心，你就不会问了。嗯，对。所以说，今天你来问问题，老师觉得只要你愿意问，老师都很乐意回答。不过你的特质真的就是，或者说做老师的特质必须是不厌其烦。对，必须这样，因为心情像我就一下就烦了。啊，我刚不是讲过了吗？啊，昨天的班已经讲过了，怎么又来问我？哎，不对，应该是不同班。老师这咬牙切齿说没有关系，老师可以的。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做。可以，就是之前有很多学生问过我，老师你怎么可以一直重复的话，嗯，一直讲？但是我觉得因为面对不同人啊，嗯，然后我觉得很开心，是老师。会有同一个人一直问同一个问题，也有，但不多。但老师嘛，就是对啊，老师通通咬牙接受。对，对，老师就是含笑接受。我会希望说，就是哎，我会希望说，好啦，就是一次不会我就两次，两次不会我就三次。只要你愿意继续上课，而且要缴学费。哎呀，这是重点。开玩笑，不能够这么讲。就是说，只要你今天乐意学，老师其实都很乐意教。我觉得这是一个当老师的特质。我觉得，嗯，这一点很重要的地方在说，就是像老师，像刚刚张总讲说，老师这边，那我这边的话就是一个星期，就是能从早上十点讲完到九点，连续四年不中断，这不是一个就是不是。这至少就让大家挺开心的，因为也可能是大家座位的靠得很近，所以说彼此教室很小。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是一个让大家很容易活络的，像新的班级重复有就是新的初级班常常就是，特别好，哦，这个就是那个磁场，这个，没话说，其他的语文课的上一次就没有，只有泰文课可以。哎呀，不要这么说，对对，这个的话没关系，这个就是。不配不配，是老师真的算很开心，然后也这样持续上了几年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到目前为止我的规划也是一直教下去。所以我刚刚要问你是你准备教到几岁？对，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回问嘛，说老师几岁，就是教泰语需要什么条件？嗯，会讲话就可以了。嗯，所以说教到老师哪一天讲话讲的不大出来的时候吧，就至少目前讲到要关放那个呼吸器，呼吸器就没办法教了。嗯。然后就像霍金一样，欸，对啊，这真不行，对对，就是那个助，那个助器，器械还能讲不行这样子。对啦，但目前为止的话，老师这是还是规划，就是能够希望就是可以一直教下去。哎，你有没有想过回泰国教中文？
老师这边也想过，但是应该是一个机缘啦。其实不是你想马上就可以办到，有时候要有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有人不排斥就是不排斥。不过你现在恐怕也没办法，现在时间课实在太多了，课是蛮多，但重点是开心，至少我在你家很开心。回去泰国老师也不确定状况什么样子，但至少目前老师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好开心在那边教书。对对对，好。哎呦，刚才那个快乐颂的那个泰文我已经忘记了。哎，苏甘特拉。苏甘特拉。对，苏甘特拉。那一般来说，开心要怎么讲？利哉。利哉，利哉啊！哉是心，利是好，哉是心嘛。啊，利哉就是对，开心这样子。哎，好。对。OK 啊。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非常利哉的邀请到了沈柏佩老师。谢谢谢谢谢谢。从他的出生开始聊起，聊到他之后不能教泰文，那大概是30年后吧，50年后。是是是，那这边呼吁一些想上课的赶快来上课。哦，不然不要以为说老师在那边上课，哪天老师如果喉咙沙哑了就不能好好上课。我看蛮难的，我觉得他的喉咙很好，他今天其实是感冒的状态，对，大家也听不太出来嘛，是是是，所以还有未来还有50年的机会可以跟沈老师学泰文，希望可以好好的这样子快快乐乐教下去。好，谢谢沈老师的分享，那待会我们还有一段是风言展书读，请大家读听我们朗读一本好书，那今天谢谢沈老师，考坤。考坤卡，考坤卡，谢谢你，谢谢大家，谢谢，拜拜，谢谢，拜拜哈。考坤卡，对，考坤卡 ，OK， 可以。好了，我看一下那个平板哈，我没有印出来。哦，你说印那一段话吗？哎，对啊，其实有好几段，就前面是，哎呀，后面还有直播的。哎，先停下来好了，拜拜。